风景。水车。我下去那个。最经典、最震撼的是在山顶走路。快点跑一跑，挥挥手，挥挥手。哎呀，行，那我说你们去也可以往前开走的吗？反正不用，没事，我那挺满足的，是的，这个。它就是这种形式的，就骗人了，别恐怖我，这样给打个冷那边。对呀，所以我就给老太太赶紧。轻易这现在赶紧上课，尤其是头像啊，就是大头像。再找这个石头最大的好像。文字彬彬。里边有那另外那个校友群那个伙计打了个大手黑熊，这谁要手又给他拿他就不拿。
5.6公里就到了。我的天，你背多少东西啊？没事，大家一起尝。嗯，够了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们背了几个碗，我都觉得可累了。都想着说赶紧吃了。开始吧。对吧？还是那年那棵树吧。对。哎呀，这是两个少男少女。好嘞，好，谢谢。好嘞，这也来一张啊，计划一点大事。中奖没你的份，他说。肯定有。哦。你先过来，固定给他照先。你先不要他先给我们照完。我下来了。这个还正好，位置好。下不来。你们来帮照也行，你卷了一圈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他这个红色也好看。对。再对。可以多测一点也行，反正拍嘛，哪个喜欢就要哪个，嗯、对吧？嗯。这是比心呐、啊，没整会，太可爱了，咋了？照我照还是不照？罗姐，看看啥？啥艺术？嗯，太阳出来的最美了。哎呦！哎呀，这个美呆了。这个也很漂亮。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。一个在一边，一红一白也行。对，红，红白喜事的出来了，红白同吃，红白。你看这事情不能。我们要不要加上？去啊去啊去啊，快点啊！你们在后面捧大腿，你们拍大腿抱大腿。我觉得我有点。这样，他们上面两个就挡住了。啊，咱就这样的了。对对对，这样也可以。没撑开，没撑开。那我拉住你，我俩没撑开。你自己撑开。那你拿他的手，我扶他的手，然后我就可以。对，这种。对，这样也好。对，这样的哈，这样的。这有点别了。这这里不够平。这里也不够平。那站着还是得。站那哈。站着还。下面一点。对。
吧？是。对。来吧，就这样呗。咦、要截图吗？哦。截好了，然后咱们还可以回头看，咱们一起回头看，就是。好嘞，哎呦，这里也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呀，耶！你好，360。